嫩秋葵洗净去蒂，锅中水烧开，放入油和盐，倒入秋葵烫至变软，捞出过凉水，秋葵对半切开，摆出扇形，油开放入蒜末爆香，放入蚝油、酱油、盐、水，再淋入水淀粉勾芡，调好的料汁淋在扇面上，用胡萝卜做花和穗儿，点缀一下。秋葵具有消除疲劳、恢复体力之功效，多吃有益健康。